你这个小舅舅嘛，又得劲的，我们啥子个话有难度嘞？哼，就你这个嘴大舌头，可不是啥回事吗？滚！哼，妈，好真香。嗯，家家你这个老子，吃两顿也不好，家家你昨天下蛋炒饭，提前买了，内蒙古金牛肉干，你看这个黑大的八块多，你不吃，那就得再整五块，都是不老实的，不给，都买点全部都是淘宝提价吧，八个整块钱。